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快乐资本。我们很久没有拍了，今天终于可以拍快乐资本。我们要去Black Big 村找一个名叫李辅明的朋友。你的朋友啊？三年前他去参加一个马拉松，他去照顾那些选手啊，他去照顾啊，做这么多是吗？然后他被一个怀疑酒后驾驶的司机撞。撞了，然后受重伤，他的脚和手很困难的来移动，他需要他的哥哥和他姐姐24小时的来照顾他，所以经济上很需要大的帮助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拿了大概1500块的快乐资本给李先生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参加那个马拉松的那个比赛，接力赛哈，然后去照顾那边的选手，所以那个车啊，很快的，怀疑是醉酒，要把他的车撞的，撞到他的，摩托车撞得很烂，他受了很大的伤。那他撞他的时候啊，那连前面的一个马拉松的选手杜宗生也撞了，那个杜宗生的脚两边都撞到骨折。我认识那个杜宗生，他的脚撞的时候，他的脚也这里也受伤，要包很多铁。这个可超过一年他就不能用了，另外做的是那种是好像钢铁的还是？哦，钢铁的，他哥哥这样细心的照顾他，非常佩服。每一天都是要这样？对呀、啊，每天都是一样的工作。然后，迟一点就包下来给他做那个两脚休息的那个椅子，然后打开通风嘛，不会这样子。哦，是哦，躺在床上会热。学生被撞了，他 OK 了是吗？他好像也是要蛮拐杖走。哦，不能正常走路。之前在法庭见到他的脚好像还绑着铁。哦，他头受到很大的脑部。脑部受伤。脑部受伤，然后医生开刀把一个有线的那个。有线的啊。看得到吗？有线的腿。哇。四月的时候才放回去吗？这个壳，哇，很铁哦。他去健身的时候，跟我们讲什么话吗？没有啊。还有你自己要想讲什么吗？你认得我吗？认得吗？汉城。汉城啊。我是汉城孩子。玲玲，他叫玲玲。玲玲。玲玲，他叫玲玲。这个孩子。你第一次看到他哈、你晚上能睡吗？能睡啊。你有常看电视吗？没有啊。会痛啊，身体会痛吗？还会痛吗？不会啊，他哥哥照顾他很好，那背后也没有伤。平常这样倒床的是吧？如果顾不好啊，很容易生脓，很容易烂。所以他因为长时间躺着、他哥哥常常给他翻身啊，或者抱他下来啊，或者给他运动啊，所以他身体全部都是好好美美，很佩服他的哥哥和有他的大姐，24小时啊，晚上也要照顾到他，太伟大了。是吧？他吃很多吗？
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、那个、一些罢了啦。蛮多的，好像多少我没有看。大概600 ml 是吧？啊，都是牛奶啊，每天都是牛奶啊，麦片。嗯、牛奶麦片啊。哦。本来是有给他吃粥了，吃下好像他不大爱吃的。哦。哦。我看他的脚尖了，你能点到大只了。是的，看我看这边不一样了，这边。哦。这边已经平行了。我这边也是开刀过来。啊，这边断了。哦，断了。这边断了。嗯。他好不容易，就是那些喝酒的人啊，很不负责任的他们。嗯，酒对你不好驾车吗？对啊。现在有那个在教你。嗯。以前这样生人，头壳没有放回去。哦。就是这个人要撞他的。哇、哦，他还不认罪啊？啊。哇。第一次他上法庭的时候没有认罪咯，就是这个人咯。我以前更加瘦哦。嗯。像那个头壳很明显的看得到。哦，哇！我们这个是我和我的一般人筹到的钱，想要捐给你们的。然后我们会就是帮你的户口了。然后有人想要帮助他们的，可以捐。是自由捐这样的。啊，自由捐啊。对，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在 Facebook 有看到、啊。房子也有灯。我没有想到是我爸爸认识的。哦，对面啊，你们的老家对面吗？你应该不知道啊。是啊，我知道。现在才知道啊。对面就是我们那里没有那里会认识。之前你的公公他们各交的。哦。各交的。那他们兄弟姐妹几个，六七个哦，没力气。早早五七个点起来。哦。爸爸，我妈妈早早就起来煮饭。哦，全部人一起去各家啊。嗯。11点多就一人摘大概有半桶多。哈哈。摘回来做胶片。哦，我妈妈就做在后面做了。我爸爸就带他们去各家。拿那个胶来做成。一片一片的塑胶胶片。哦，好了，我们走完了 ，OK 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再见哈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嗯，看看 ，OK， 拜拜，我觉得很心痛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爸爸是。跑马拉松，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发生在我爸爸身上，我觉得我会很伤心，很伤心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？喝酒真的不要驾车，因为他们来也是很喜欢跑的。如果发生到这样完全不能动，能真的是太惨了。这辈子就是躺在病床或者轮椅上面，真是太惨了。我觉得很不公平啊！为什么要发生在这样的人身上？那些想要帮助他们的，请捐款到这个户口就可以了，直接 send 钱给他们。然后大家驾车要小心，喝酒就不要驾车。今天的快乐之本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